逢着 A 市里头围观人群闹哄哄，艺人小甜甜布鲁斯突然现身街头大阵仗逛夜市。布鲁斯，哎，后面还有布鲁斯什么？我们当兵的班长哎。哦，杨明威班长上电视。大声一点，大声一点。喂。这个就是特别的布鲁斯式的布鲁斯幽默，好。穿着学生制服，性格也跟着变得有些内向。布鲁斯羞涩的神情遭到小甜甜猛窥，却让现场粉丝陷入疯狂。里面的男主角，你们自己看谁是谁，因为我懒得介绍，太浪费我的喉咙了。旁边这个就是大文，就是当初啊，好累哦。沿路拿着大声公与民众互动，喊累了小甜甜索性罢工，逗得一旁的布鲁斯笑得合不拢嘴。今天来到这边走入人群，就是要告诉你们，现在只剩下我们会来这边跟你们互动，因为我们真的想带给你们美好的年代。即使声音沙哑，大伙还是秉持着敬业精神，不止透过镜头，更要面对面带给民众欢笑。记者张凯亮转身台报道。中天电视全新制作强档大戏《美好年代》。